投个篮是吧？是啊，他爸主要不练，嗯，他爸小时候老练运球了，你知道吗？阿尔弗莱德那打一号位，他出的机会应该比较多。你见过阿德加打球吗？稍微大了一点，还有啊，算了，来二加一。孙东林在球马上出界的时候给救了回来，福格打的还是球给进去，顶住，不要往后倒，哦，好帽。现在北宫这边换人，王叔。球，邵杰打进，面对对方的防守球员比他要矮一点。这球没有左手吗？所以我们强调，在整个篮筐两侧的时候，左边应该是左手投篮。北宫也夹击，好球。小欧洲步把球上进，这球断的还是很漂亮，而且他的整个确实这个身高和体重在整个应用天赋来讲控制的面积不太一样。有了，打进加罚。好帽，孙悦的帽。一胜四负对八一队，是因为以前的首钢不是这个北控的以前的北控的这种人员配置和他的训练能力。发篮。这位球迷说，现在谁输八一感觉谁尴尬。他虽然得十一分了，不声不响得十一分了，弥补了另外两个球员不足的得分不足。确实二十多分这十一分了。投个篮是吧？是。他爸主要不练。他爸小时候老练运球了，你知道吗？阿尔弗莱德那打一号位，他出的机会应该比较多。你见过阿德加打球吗？没见过，就是这个现场的直播的，但是见过这个录像。哇，大家现在都很准啊！王胜杰今天这是应该十七分了。今天尤其是第三节后半段真积极啊。